就最主要就是这个水箱护罩，水箱护罩改成，其实你看它里面的这个点状全部都是跟车身同色的，车头你看这个水箱护罩辨识度就会比较好。在日常生活上呢，虽然它的空间非常的大，但是它却可以非常的好停好开，像那种好钻。